福特硬派越野车来了，这期带来福特烈马 Bronco 运动大弯版，国产版马上快上市了。今天看下它的零百加速和极速，这台是入门版，搭载 1.5T 涡轮增压三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81匹扭矩，257牛米，匹配 8T 变速箱，带四驱系统。下面先测下百公里加速。百公里加速9.44秒，上高速看下极速。视频拍摄于德国不限速高速，请勿模仿。最高车速191，这个极速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